有时候一个歌手在感冒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声音，那种感觉其实真的自己也不开心，然后其实最不开心的地方是就是会觉得没有办法献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希望静茹赶快就是感冒痊愈，大家再听到她像天籁一样的声音，希望最美的燕尾蝶再度的破茧而出。我刚才看到了很多，刚才开玩笑说哦，就是有要点那个静茹的歌的，对。然后其实五月天真的很多歌不是很好唱哦，像我写的燕尾蝶嘛，或者是怪兽写的清晰，可是静茹自己来呢，其实唱的都很棒。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一个歌手在感冒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声音，那种感觉其实真的自己也不开心。然后其实最不开心的地方是就是。会觉得没有办法献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希望静茹赶快就是感冒痊愈，大家再听到她像天籁一样的声音，那给五月天掌声鼓励的时候，也给所有我们喜欢音乐的所有的歌手们一个掌声鼓励，希望最美的燕尾蝶再度的破茧而出。